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今天要介绍望广手工神教的作品。现在看到的是1尺6的四架，就是细架，就是神尊1尺6在做的。室内尺寸宽约1尺05，长约1尺4。材料是台湾块木，然后手工制作。那这顶是客户定制的，也是1尺6的四架，那室内长宽都是1尺4。目前还有一顶，这顶是1尺3的神轿，室内尺寸长宽都是1尺05。前面这顶是1尺神轿。室内尺寸都是长宽都是8.5寸，后面这顶是1尺3的细杆。这个是香打，再放钢琴楼啊用的。这个是敬茶盘，可以放茶杯跟香炉用的。前面的是台湾块木制作的，后面的是台湾雅山做的。以上作品都有现货。这个是细架的棍的。那买回来之后不直的话要整直。用火慢慢烘，然后慢慢整直，所以费时费工。整直之后要用花生油浸泡。这是细打的5金配件，也是要自己折焊接加工。